不到，下一个看不着，下一个看不见，下一个看不清。天哪，你们的近视这么严重，快跟我来配眼镜吧。这是我妈妈开的眼镜店，我们就在这里配眼镜吧。我选圆形镜框，我选方形镜框，我选黑色墨镜。不行，这副墨镜是我的，你再选一副。啊，那我选圆形的。好晕啊，我什么也看不清啊。因为你们全都选错了，都摘下来。什么？小北姐姐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很喜欢这副眼镜，小北姐姐能不能不换？不行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小雪的眼镜给大宝，大宝的眼镜给熊妹，熊妹的眼镜给小雪。啊，这不还是圆形眼镜吗？看起来也没区别呀。感觉怎么样？嘿嘿，快夸我吧。看不清，完全看不清。什么？不能让大家笑话我。刚开始都是这样的，慢慢就能看清楚了。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，小北姐姐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没错，这是我妈妈开的店，我当然最清楚了。是这样吗？好了，我们出去玩吧。啊，好疼呀！小雪、小贝、熊妹、大宝，不许在眼镜店里胡闹。妈妈，我没胡闹，我在帮大家配眼镜呢。他们都很满意。不是这样的，美丽阿姨，小贝姐姐配的眼镜我们戴上都看不清。没错，我们刚才撞在一起了。小贝，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妈妈，他们胡说。我们没有胡说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小贝姐姐就是用这张表给我们测视力的，确实是这样。嘿嘿，妈妈，我能干吧？看不清，看不见，看不着。小贝，你管这叫视力表？看来应该配眼镜的是你才对。什么？小雪、熊妹、大宝，你们的视力很好，不用戴眼镜。耶，太好了！为什么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为什么妈妈说我才应该配眼镜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如果知道的话，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